看看新闻网。说三伏天拍戏辛苦，那三伏天在横店拍古装吊威亚还要演激情戏的演员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关注一下在横店影视城高温赶戏的刘海戏金蝉剧组，来自香港的演员谭耀文和内地演员邓婕正在经历这些考验。娱乐新天地，大家好，我是谭耀文。我是邓婕。三伏天在横店拍古装吊威亚已经让人很抓狂，而随后的一场哭戏更是让两位男儿郎没了方向。天哥，天哥，为什么不来我？天哥，你要去买我，你要去买我。这场戏对你们来说就是难不难？男演员掉眼泪。还好啦，就热嘛。对，其实真的，本来呢都已经很难的了。我认为哭戏已经是，因为我是那么阳光的一个大男孩，是吧？所以是很难的，很难的。而且我穿的盔甲会太热太热，而且人都不想说话，不想动，还要说还要哭，我觉得这很痛苦。上班中人高马大的邓婕就一度被热得透不过气来。先把拍掉啊，先把这个拍掉。好，来，先把这个跪着先拍下来。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刚刚哭完，这晚好痛苦。想笑又笑不出来。天气太热了。我的这个衣裳呢，都是全皮的，而且是按照我的尺寸量身定做的，全部是紧身的。然后皮衣、皮裤、皮靴，又外加是黑色，所以就非常非常的热，其实。虽然这高温天让两位硬汉吃不消，但为了完成工作，他们也只有坚持到底了。我其实要为所有艺人，包括我自己，所有艺人，在这个天气，尤其是在现在，在横店的歌友们、朋友们、哥们、美女们，所有人，我为歌中你们，因为我觉得我们非常伟大。如果你们在电视上看到刘海戏金蝉这个戏，千万不要离开，一定要追看我们这个电视剧，付出所有的一切。Come on, brother, yeah！ 娱乐新天地，陈小燕、徐仁奇，浙江横店独家报道。